你讲啥？你讲啥？下去了。听无。听无啊。滚下来。你可以坐在那个盒子上面溜滑梯下去吗？我坐在盒子滑梯下去。会不会危险？你要扶好啊。对，你会压扁，因为你太重了，把盒子压扁了，盒子会空空的。然后自己走下去，小心哦。你有爬坡了吗？爬坡在哪里？在上面。对，你去草坪上里面走走跑步吧。不想。那你还要爬坡吗？